现在才开好。Okay. 好，开始，你也开始，好走。小热身，就在这里穿。根本不会，他不习惯移动的感觉。前面有人自导。其实这中间一路都不要停的话，维持原速度就好了。我们先走，不要造成后面的阴影。看他多快，好，再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我们这段空间他可以处理，偶尔停一下就好了。还在挖吗？还在挖。要直板，要直板，不然你没有力气。
他在自己守路啊。啊，这样就可以了，从头到尾都这样滑就可以了。声音啊，被声音吓到而已。嗯，好了，一起走，一起走。我一二三。没事没事，右边没错，走右边。
要小休息一下吗？我没有啊，我问你们而已啊。那继续走。啊？哦，好，你弄。会不会刚刚那边左边就可以直接下了？搞不清楚，我觉得前面是个回转欸。会不会刚刚那里就是连回这里？不知道。有可能。好，不要停，不要停。下次直接走下来就好了，比较好。下次直接走左边这条就好了。
にヒールからトーサイドはそれを意識してみましょう。じゃあちょっとレグラースタート出せ。这里，然后往右加速冲，要保留速度哦，不要停，冲哦，冲哦。他那样子没速度啊，慢慢来。他是跑去旁边了吗？啊，怎么跑去旁边？就是他怎么会摔呢？他想去粉粉去吗？猜了。猜哦，他也会猜。他猜了。他不，他觉得不够了吗？要他冲，没有冲。好了。要吃了。没有啊，就去做一次那个，然后接着这样还要再做一次贡多拉才可以来吃。为什么这里不能滑步？可以啊，那我要一直走走走，走到雾冰平台，滑那个龙之背，接着再切过来一条黑线。啊，你怎么了？没有，没事。为什么要走的？这里一样平哦，超平哦，这里非常平，平很远。
靠靠靠，好慢好慢好慢。啊，我们要坐什么？坐右边那个四人的。那个凹一下可以进去一下看看，凹一下。我本来一开始那个凹下去的沟，我先闪掉，后来想想好像也没什么好怕的，因为很浅。没有，它挖的蛮深的。好，是的，走多了。右边。走右边的路。轮呢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